之前，成为新晋美妆博主的范冰冰一直热衷于安利事业，不想却造成推荐产品销量大幅提升，惨遭代购吐槽抢货太难。2月27日，范冰冰在某共享平台无奈发文表示，有些困惑，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金盆洗手了？只是真心诚意的分享，走到这一步，我也是醉了，我也很无助，因为我去，我想买也买不到了，醉了。对此网友纷纷评论，不可以，下半生的美貌就靠你了，冰冰，不行，你要继续推荐呢，我的冰，我正在攒钱买你推荐的好物呢，全部要买，不可以不可以，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的分享的我表示拒绝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